上不尊上安静，安静，我家在这平安，来，我还跟咱俩新婚呢，你哪个再叫啊？ 你是来演多一出来啊？你比甲陈良生较乖，啊，你啥意思？而且等你平安，你好好解解释。进来，等我们一个说透过。 对啊，准备酒店啊？都没有啊。罗耀，你已经没体了，我也卖光想走，我若是无包，我就唔敢来啊。 我想感谢你，再来救我。我想等你先，因为帮我耍，有迄个必要，我按摩你离开。拜托，安姐都交予你啊，你得保护伊，会平安回去土家。姐，要走，要走，那真正有必要，我想按摩你离开。 我敢若予你十秒的时间，搁考虑，我算较早，若是你坚持要继续威吼王文金甲罗安杰，安尼就毋通怪我心肝凶，直接对你下毒手。这有计，你留麦吼，咱厝十秒钟会当应对啊。但是我做同意，你趁离开，全杰离开，拜托啊，你交予你啊，吼。 喂，我跟你讲，你到底做何事？你先走啦，我先过来啊。对啊，我等你三分钟。若是小雨坚持唔肯离开，伊就直接向准罗安杰，但你直接较快啊。成哥，小雨你真心好心，你若真正要打伊的地线，这下过来放落，你赢惊将。 我都回去。去。娘。听爸的口气，伊心肝俩痛快，一定要有安全跟稳家死。爸。 是嘞，小雨不好，到最后我是选择用性命向你证明，这世界不然只有受苦，无坚定，大家牺牲性命感情。辉阳，安琪。 我已经封起来啊！卖给我做困锁知道啊！因两个人无计，但你为付出性命。是，我做对，团结为上。五、六。 你走！你滚！呀！
你到这马神经妄言，好，安尼就唔通怪爸无情斩断你一切的念想。你慢点啊，紧走啊！爹，等下。我真正为了那个查某，我伫死命。我都不好你，我都不好去了。
孩子是你。你是搬山的啊？你若真正这么要紧，罗安姐你归去啊，我哪跳去陪伊啦？我会留落来，我会跟你做个警察局，二十块板，我认为你的证件付出代价。你搞医生法办哦，会用的啊。按过第一，你要报警进前哦，我也先敲一下电话，给我老兄弟兄啊。我要讲一件，甲怕是伊嘛绝对袂相信的汉古代啊。哦，唔对，应该是建孝代，因为绝对想袂到，伊竟然替人饲查某囝，一饲就饲三十年。你是讲啥？我的弟弟哦，黄金，你阁有影是爸母做大官的？你明知影罗亚杰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你阁会叫你叔啊？阁有老夫要叫你大兄啊？这兄啊，若是知影讲啊，伊我从几十年这个上好的兄弟啊，竟然甲伊爱几十年爱妻，做伙互伊做乌龟，我想应该起笑呢。你是咧胡白讲啥？我是不是胡白讲啊？等兄啊去验过了，自然就知影。啊，你不是上爱验 DNA 亲子鉴定的？我在咧想呢。等兄啊，看到伊甲罗阿杰亲子鉴定报告了后啊，站袂住的慢慢好的人会有相。罗在兴老父秘罗阿杰，哦，我袂晓算呢。到时阵罗家唔通面对失去罗安杰这悲伤的代志啊，就搁爱面对翁某失和啦、爸囝断缘啦、主人甲下家主人变作变下底啊，这款关系啊，我真正是有够凄惨的。这全部拢是用黄金抵的啊！看起来我暂时免烦恼，我会叫库里比龙阿来啊。你是不晓，我早晚会找伊倒。传清，不管你死还是活，清，我会找着你，把你带倒回去龙家。大伟，刚真正要让伊走。无差，伊即摆对我来讲已经不是威胁。你两个赶紧调动脚手，一定要找到小叶。伊的脚掉伤老一岁，即摆佫掉伤，绝对挡袂住。唔管怎，一定要救着人。是。小雨，小雨，我要憋死啊！你别想这啊！我相信陈秋晴一定会找到小雨，把小雨平安带回来。